上会火就会火，会火的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何洛洛。好，热身环境好。双方各自说一个五以内的数字，同时必须比划出另一个数字，当两人比划的数字一致时，需立即说出上会火就会火，反应稍慢的一方输。好，来，好，直接开始。心口不能，我能赢二。哎，哦什么？哦，是这个意思吧？直接开始。哦，懂了，再来。心口不一，我能赢二。心口不一，我能赢二。心口。啊，不能一直这样吗？不能吗？心口不一，我能赢三。心口上会火，会就会火，对吧？是这个意思是吧？啊，心口不一，我能赢四。心口不一，我能赢六。啊，无以能。行，那我输了。好，妈呀，这个脑子跟这个手感觉有点不太协调。对。含义的话，就是新的阶段的一个开始吧。不一样的感受就是有点太活跃了，有点太开心了的那种感觉。成长了一年，成长了。Blank 的话就是融入一些 R&B 的风格，可能以前没有太去尝试这种感觉吧，对，没有太经常唱这样子的歌，所以这次也是敢去尝试一下。环游宇宙，我觉得环游宇宙的话就是开 party 的时候，然后 blank 的话，我觉得就是在比如说家里很悠闲的时候可以放这首歌。躺着，比如说一天工作累了，咱就是躺在沙发上就可以听着。Nice. 对，第三首歌在下雨天可以听。然后呢，就是一听里面那个 MV， 会有融入一些自己的想法吧，但具体什么就是咱就不透露，到时候反正发出来以后大家可以去找一下。谢谢。军训的话可能比较晒，就期待那天就是太阳不要太毒，去体验一下大学的这个生活吧，还挺期待这样的生活。我觉得可以适当的准备一下，但是我估计除了防晒应该还是会晒黑的，就大家别期待我太白的回来就行了。上吗？应该，我自己啊，我觉得没这个必要吧。是吗？没事，是我的屁股，大家应该不会心疼。我会选脑子。好。一等于几？2的2次，2等于8，2的3次，3等于16，不23次方吗？那四不就24次方吗？为什么？那它这个也是个规律啊。脑洞啊！啊？就是不是考数学呗？1等于4，2等于8，3等于16，4等于正无穷。为什么？哇塞，真棒！小学奥数。不用食指弹琴，这只手弹琴，是吧？不用这只手弹琴。哇塞，太厉害了吧！原来是这样啊，我还以为他是用什么弹琴呢。那你不是套路我吗？那就猪会那叫，那鸡会咕咕咕的叫，鸡不就咕咕咕吗？好冷啊。我动物最慷慨，真的啊，几个字？
为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，真好啊，学到了学到了。爸爸，我给你以下几种角色，你看看可以分享什么？好。哦，我还以为是洗澡的什么，洗澡吓死我了，是这能演吗？牡丹，什么叫牡丹？哦，我选那个大叔第一个的煎饼的，非常有钱就完事儿了，卖蛋饼喽。为什么？谁说的？是吗？我觉得不含啊。不是，刚刚那个属实有点偏，属实有点偏。就是据说无论物价如何飞涨，可乐乐的计算单位都是10块钱。那你平时会砍价吗？肯定上来就先一半，有的时候会砍，但有的时候不会砍，因为就是微信这个一扫，它就直接过去了。那你砍的最多的一次是？5毛钱，应该买两包辣条，本来一包辣条是5毛钱，我觉得5毛钱，我说老板给我两包辣条。大家都说可乐乐。一八零加就是未来待续，正在涨。最近没有量过吧？测量一下。它是这样，给它这样踩着就行。不够啊，就够1米5。不到1米5呢，我感觉你这样肯定都算就1米7啊。为了保卫和乐乐身高，我们决定再努力一下。48加1米，48加。不行，都这个强。1米5，1米9吧。我觉得到时候所有艺人都拿这个尺子去量身高，全都是基本上2米加2米加。真的、嗯、那我觉得就是我不要这个奖励了，然后到时候那个也抵了呗。对，来啊，哇 Wink再问你一下啊。 OK。 我是孤独的无敌的小可爱。哇塞，是妈妈送给你的。这感觉有点就像近视了1000度那种，眼珠子都凸出来了。哎，还给你。